咱阁继续研究《大乘妙法莲华经》哈。咱拍开这个390页，啊，新版是372页，阴暗哈，应该是对这句是诸业众生安尼。上礼拜是讲到头前段哈，头前段是计讲咱这个国土将来经过着这个个水火风劫烧尽，不过世尊的一个国土叫做灵鹫山，哦，啊，甲世尊所有的这个结大的点安尼。哦，啊，众生会看到这个劫，火劫，啊，已经烧到尽啊，将这个地球拢灭啊，甚至三界诸天将来在这个欲界、色界，吼，到这个五不凡天无烧去呢，其他都拢烧去。啊，可是呢，世尊所住的所在，伊讲真安稳。啊，世尊住的所在真安稳，不过迄个国土，世尊个住迄个灵鹫山，甲其他的这个住处，拢总有天人相充满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园林，吼、哦，那像伊迄个空间内底真大吼，拢、哦、有迄款真好所在安尼。园林就讲迄个树拿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个即个佮造景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一挂真大即个东阁。总共有七宝庄严安尼，那么呢，内底佫有宝树，还有花果，吼啊，众生所游乐的，一个所在，敢若像是真好的所在安尼。不但是安尼啦吼，这个佛陀的所在，佫有在天人底下个吉天果，啊个唱歌，啊迄、那个唱歌啦吼。啊，甲包括着即个个机甲安尼，机甲是用乐器，拢总有哈，甚至阁有落着曼陀罗花，啊，善财佛啊，甲诸大众的身上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佛陀甲讲我的净土无毁灭，啊，但净土无毁灭，毋过伫净土在天人有看到即个个欲界啦、色界吼。哦拢总烧干了啊！烧尽所有忧怖苦恼，拢总充满伫这个国土里安尼。今日世尊是甲咱讲个安尼吼，啊，今仔日咱即马来甲看，即马是安怎伊咱大个国土会毁灭去？伊即马下面较讲，是诸罪众生以恶业因缘，各阿净积劫不闻三宝名。哦，诸有受功德，如何积德者？即改见我心，在处而说法。彼时为处长，说佛受无量，救乃见佛者为说，佛难答。哦，啊，即位是佛陀佮来讲讲在罪业的众生，或者叫做三宝在众生啦，吼，这叫做罪业众生。嘛是苦恼的众生，啊，咱这个所在是安尼啦吼，咱照地藏经讲的，众生万国难调难服安尼，啊，有无家己心来知影哈？家己心来知影，这句拢唔免想讲哈，家己心来有数啦哈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啊，所以这个个在罪业众生吼，有真大这恶业因缘，真大这恶业因缘呢。不过，这人有经过阿净积劫，拢未当去听到三宝的名呢。这个阿净积劫叫做无量寿，就等于无量寿劫，是讲无量劫、无边劫，拢总叫做阿净积，无去听到三宝的名。佮讲一句较歹势，有诶听到三宝的名，伊都无去信道；有诶已经皈依啊，伊都无去事实修安尼。好、哦，这应该大家知影。有的搁在做领导的书啊，
伊都要来入部迄个个无正经的这个法案呢，卖讲无听到三宝名吼、哦，所以有诶作者比清三宝之一的这个经宝吼，伊、哦、有经无宝安尼，包括你敢听无？虽然你剃头啦吼、哦，剃头啊，伊袂当代表三宝安尼，伊就非非三宝，啊，搁再从这个法界曲解安尼。目前啊，就是问题在出家人去拜法的较济啊。我讲的是真的哈、啊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佛陀早就讲啊，修仙一千年是正法嘛，对吼、哦。啊，搁再第二两千年叫做相法嘛。啊，这么相法来就变佛法，佛法是万当嘛。啊，这么是处在这个佛法的初期啊。啊，这个什么叫做正法？正法就讲佛陀。传出来还吼，啊，佫无偏差呢，别个都正法，啊，大家照佛陀法来去修，啊，拢会解脱啊。啊，即马来传来就差，即马佫经过一千年以后，叫做相法，相法就讲亲像啦，叫做相似，相似就讲亲像是法，啊，唔过事实唔是法，叫做相似啊，亲像尔，啊，唔过是不像样啊呢。哦，似是而非已经变了。啊，现在来呢，搁在第三期两千年以后，叫做已经流转，拢总无正法，也唔是亲像相法啦。啊，相法就败落啊。即个多真啥嘞？早期哦，捌看迄电视叫做一班十个人，啊，才抽到第一个人先看出来，吼、哦、你。你自从这个名传到第二个，啊，第二个传到第三个，第三个传到第四个，敢有迄款的生法有无？有吼，传到第八个咧，啊，公煞变地公，对吼，啊，公煞变弯公，有无？有迄款的生有无？有啊，迄较早伫电视就捌看到，即马改成唔捌拍迄个镜头。啊，现在这款的讲多讲，宪法时期佛陀主席无话久，大家拢顺如来经法解修，所以大家拢解脱。啊，现在来相思法就是这话法语，拢讲直直传直直唔对嘛。哦，现在就是安尼嘛。啊，了解无？啊，现在呢，照讲哦，唔是佛法灭咯，是咱的人心共曲解。凭个人的意思去曲解，无这个大藏经嘛是低劣啊，大藏经嘛是好些好些啊，所以咱有做迄条歌嘛，是行者心地解尔嘛。啊，你起码别安怎，无奈何啊，啊别安怎样，啊都无到众生的福报啊嘛。虽然你今仔日有皈依，不过伊也无未了解什么叫做佛法经。就是今仔日代表佛陀，啊、哦，给说法的人，到底一个讲什么东西也搞不懂，真的是假的，啊、哦，是真理还是非真理啊？拢凭个人的意思嘛。所以变成第一个传怪正，第二个就偏差，第三个就偏差，到第十个哈、哦，根本就不像样啊。啊、哦，有一句话叫做啥？荒腔啊来嘞，左啊，有啊，荒腔走板呐、啊，啊，这么胡乱给讲的人大多数拢荒腔走板，这个是真的嘛？啊，有听到的人是有哦，有看经的嘛有去看，但是拢曲解较济，曲解哈，啊，所以这么来哈、哦，以前来在讲在恶一业因缘的人哈、哦，无听过三宝的名。啊！但是听过三宝的名，伊嘛无去信个半道都对。哦，即卖来，伊讲自有受功德，自有受功德哦。有去受功德的人啊，我再要甲注意讲，真真正正是三宝，有去受三宝功德的，伊的心就绝对柔和，伊的品质绝对正直了呢。而且你家己反观自己啦。反观家己，你有去修无？
看你的心情有如何无？哈、哦、啊，这个个品质有正直无？安尼，我都甲你肯定这几句话。啊，伊讲那是安尼的人哦，当然你会当看到我的身躯啊。这个身躯当然是在讲三心嘛，哈、哦。啊，三心这句话咱来讲，见五心就讲见法心，有真正有正直的人，较有可能开悟，有佛同体。哎，这个各主本性啊！现在要找几个，找几个有这个程度的，哦。啊，现在不过讲有积德的人，会当看到我的身躯的佛心、诶法心呐、啊，还是讲报心呐、啊，哈、哦，还是讲化心，安来个讲，哦，甚至看到伊呢，伫对结束了，伫灵山结束了。啊，这灵山吼、哦，事实跟你讲，不是指一个点，安尼叫做灵山。照讲，这灵山是普天之下，普天之下。因为今仔日咱这大地、地球烧去吼，这个时空的实相嘛，无烧啊，嘛无去安怎样啊？就是这业缘，而且个正报体的依报境内底，这个环境原来是一个罪业的恶道人。受到这个业所散，哦，受到这个报所散嘛。啊，但是这么来哦，这是思想问题，业报世界这个依报土杀掉、毁掉去。可是佛陀嘛是伫这个依报的世界，就是业正报的环境里面嘛，给说法啦。事实是无变，是在缘起的这个罪业世界消灭安尼了。哦、啊，所以这灵鹫山应该是遍布伫这空间里，并不离开。哦，我都甲，我甲大家比如过嘛，这个是无量劫经来这里的啊，不得。迄、那个搁舍利弗含，含这大梵天王个烧钱啊。舍利弗讲，这个国土真垃圾，大梵天王讲无啊，哪有垃圾？安尼你看看，两种人的心境都不同。啊，做佛陀迄个中间有用卡镜头啊，对大地尊当一个嘛，当一个这大地尊变做一个莲花国，莲花国了后呢，这个个信众就讲听佛陀给讲经的信众，大家拢坐伫莲花顶啊。哦，安尼你甲看，你这么用这个来甲引入来了解佛陀的净土伫对几只？伫对，算是伫咱这个世界，不过咱享受袂到啊。事实是咱享受袂到的，因为到尾佛陀较甲因讲讲，你看我的世界是安尼，啊，恁的世界咧，即马佛陀尊即、這个，迄、那个环境，迄、那个莲花帮、莲花国的环境尊无去，你后伊讲恁的世界就是安尼，好、哦，安尼算是同一个世界，就是心境无同，袂当享受迄个净土的快乐安尼尔嘛，好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就为什么给讲安尼？那有积德如何的人，会当看佛陀伫这国土内底个说法呢？哦，学习为初种，有时阵加在众生讲佛的受受量无量安尼，佛的受数无量，啊，其实佛的受数无量，这是事实。因为如果那是以发心来个讲是无数无疆嘛，哈、哦。我讲咁听，无开始也无结束。忽然发生是安尼啊，啊忽然报心呢，就是由发生所流出来功德心，嘛是寿命无量啊，无生无灭啊。但是今仔应化心、应心甲化心，迄是顺世间因缘浮现一个，要来为众生说法的，迄是。迄、那个啥？迄、那个变化先是为众生说啦，甲为自身说啦啦。哦，啊那伊报心都无共啊，报心都为地上菩萨说啦啦嘛。所以这个就无共。所以即马内底较讲，有时阵功夫的受量无量，但是故绝对会当见佛的。这是讲如何积德的人会当见佛。啊，再加重要是安尼啦吼，学法的人你若无正直心吼。绝对无可能得法，绝对无可能得，这是事实的。因为正直心，它下着这个叫自本性的心嘛呢。
所以三种东西都讲两句话，即我不是甲恁提醒。平常心、甲政治心，这两个人，这两种的心，才是道心安尼。就讲环境叫安怎变，你的心无变安尼，这个叫做平常心哈。会记住咯，唔当环境一日个变，你的心就个变啦，安尼就不对啦。啊，第二叫做政治心，政治心就讲无蹊跷、无归心。哦，无要算计啦，啊，无去计谋家己安尼，无去计划家己，哦，迄、那个较叫做政治心安尼。啊，你若讲伫这三宝中，还是伫人间道内底，平心的代志，计想着是为家己想的，家己想做出了点，我甲你讲，安尼是无可能见到。哦，即嘛就注意哈、哦，所以现在在较讲，哦，今仔日若是这个所在。有时阵佛陀为众生说法无量，但是救难见佛，不是修说无量的，所以咱绝对会当见到佛。搁再咧，为说佛难，有时阵甲众生讲你要看佛啊，真难呐、啊。啊，即个就会甲咱讲一个吼，无平常心，无正直心啊，要见佛困难啊。叫做疑幻嘛，要不阿兰这众生都顽固咧，明明该讲一条路安怎行，伊即马家己心量都考量现在在人生，现在人生，伊无想讲未来安怎有解脱，拢先考虑家己安尼，这个就不对了。哦，即马我甲恁先甲恁讲一下吼，灵节会开两张啊。大日报来吼、哦，师父写的歌两条，恁注意看一下。一条迄落个用中国英雄来去编的，哈、哦，啊一条是用一条迄落个国语来编的，恁内底甲看卖，看我的心表现出来伫对家呢，好、哦，恁注意去看哈。真正啦吼，你若今日无献出佛心出来，一定要献佛心出来，啊用佛心当作家己的心嘛，用众生当作家己一体。啊，你即卖练去献两条歌吼，第一条就讲佛陀与众生同在，第二就是我要带三宝未来无量的这个世间吼，无量时间要度三宝所有的众生。你即马练去这两条歌，恁甲看卖一下。好、哦，啊，你今日你若无献这个心嘛，你变哪解脱？变哪成就佛道？好、哦，你绝对袂使讲用今生的生命当作你的生命。你爱用法性当作生命来较对。啊，你若用今生的生命当作生命，我甲你讲啊，你着真正阶级的阶级，无采共阶读法华经安尼。啊、哦，是当恁以后好看哈，这个解说是安尼。所以内底讲无缘的人袂当见佛，有缘的人才当见佛。恁家己要考量这个代志哈。你今仔日那个算家己哈、哦，我讲那么你就糟糕了。牺牲奉献啊，这是我的本分哈、啊。啊，但是不一定大家听安尼啦哈。那、哦、下面这段。我地力如是，慧光照无量，寿命无所劫，九寿劫所定。逆境有地者，物无处生疑，东端灵应尽。啊，佛义是不提安尼。像佛陀佮家己讲了吼，讲我的地慧力，就是头前讲的安尼。智慧量啊！啊，即马咱当然咱个目标嘛是爱求个安尼啊！啊，求个人伊佛陀甲你讲啊，柔和即个心较重点啊！哦，伊讲我系记得如是，但是我系智慧根会当普照无量的世界安尼，智慧根嘛无量。啊，了解哦。但是我的寿命一个就是无所劫。无所劫，因为咱当时就讲大通地仙佛，伊就较即马修菩萨，就较真啊。啊，即马这个寿命无量，还是慧光无量，还是讲地力无疆，这是对对啦。伊讲我
真久真久的修这个菩萨业来啊，这个业叫做菩萨业，包括布施啦、持戒啦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安尼。因为这个慧根哦，慧根甲智根这个头前，他一定要先圆满，无可能达到慧根。哦，这个哈、哦，因为这个在六波罗蜜中哈、哦，七条是后壁段嘛。哦，佛陀伊是安尼来哈。不过这主人拢讲过了，变去了。这是起点的对家修出来，这个就是大根贪啊。啊，这个世界的大非凡，音乐就是大亲味，啊，精神是大海苔，这资料恁大家拢有啊。甚至搁在印五十本来，因为伫电视有放出来，这个是多善乱。啊，这个叫多无痴。无痴的人哦，拢家己为家己想啦哈，为家己想。啊，你心无健康。都要当然不作业，有非凡这个就继续是恶业。那么忍辱你若无修，就嗔恨心，哦，为着个人的这个利益，还是脱节去，你就开始给怨恨啊，怨恨其他。起码这个笨惰心是大家是严重，他真厉害。啊，不再来就是善乱心。啊，算了，心你无用禅定来度别杀戒，即马来无痴心一定要有智慧。啊，即马我再甲注意讲一下哈，你今仔日那是无用智慧度戒，那么你变成有老，安尼也不对。你阵有布施，你今仔日有布施，唔过唯有得到人天福，啊，你持戒嘛得到天福。啊，这样要甲注意讲一下哈。你今仔日要搁达到智慧，你第一根贪爱多，非凡爱多，亲慧爱多，海苔爱多，靠完成禅定，这是属实的代志。所以今仔日你唔免刻意讲我去打坐，不必刻意。好、哦，我咧讲真正，唔免刻意讲我着爱打坐，才会当得到禅定。你今仔日家己算这问题，四条问题。这四条问题，你若计精进，差不多你的禅定吼有带80%，哦，啊，今麦来定回到生，所以今来得这四条叫做改，这个叫做定，啊，这个卡叫做回安尼，啊，安尼哦，有改的人绝对无健康，有改的人。绝对袂去做恶业，有戒的人唔敢轻慧，有戒的人唔敢散乱，唔敢笨惰，哈、哦，啊了解无？这个道理是互通的，啊说唔免为家己拍算，你今仔日一旦甲讲为家己拍算哦，可能会气界放掉，可能忍着性也收袂开。可能分段，有那是继续的分段。你若考虑这个情况，啊、哦，最熟悉的代志啊，那六波罗蜜哈，前日印十本来，迄、那个是讲得更加详细。
啊，即你安尼唔开当完成着初地嘛？啊，初地起嚟嘛是爱个保持世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方便地，还佫再加四条，安尼起来叫做六道万行啊。啊，无六道万行是针对对未来众生去牺牲的呢，牺牲家己去为众生努力的。啊，即嘛你若无家己培养，你免去考虑家己将来安怎样。卖去考，你考虑讲我要安怎救度未来所有的众生安尼，变啊达到这圆满。啊，你讲无精进，绝对袂使啊！吼、哦，头前只因为咱今仔毋是要修家己开悟正道，下一个资料含的性质嘛。四方四方刚发落了，今仔就求得金生金世不退转，安尼来应该就无倒对了的这种问题啊。唯有善缘来人间来得灵，哦，安尼尔。我说你今仔一定爱做，该做爱做，迄、那个该吼，家己爱修爱修出来。哦，你若有时阵，你有着个人啊，有思想的未接啊，人上偶像啊，那么这问题可能就破去啊，这两条拢破了去。哦，你知无？啊，所以今内底较讲安尼吼，救受业所得啊。今日佛陀有智力，有慧光，有寿命无穷，无穷尽。甚至呢，伊伫灵山会上，佮伊个国土也袂安怎样。佮甚至伊灵山会上，佮无量的这天人充满伫迄个所在，这毋是凊彩有呢。这是由即个个救受业所得来呢。是安尼哦哈，所以即嘛，较古代世尊较叫一个。恁这有智慧的人啊，对我唔通生怀疑心嘛、啊，吼、哦，唔通生怀疑心。佛陀的经典，就叫甲咱大家，叫咱大家注意，对佛陀有这个本事啊。伊伫大通地仙佛做十六王子，十六王子做十六个沙弥，就去讲法华经啊，甲真安尼度化者阿弥陀下掉。哦，这伊的本事嘛是由努力来的吼。哦啊、了解吼、哦，所以讲恁唔免先怀疑，吼、哦，恁应该断的，吼、哦，应该断，啊，甲佛陀伊当时应该断，伊嘛是断甲离离离安尼。啊，咱今仔日下面注意了吼、哦，今仔佛陀甲咱公开，就是要予咱断根贪、断非凡、断亲畏、断分段、断善乱嘛，啊，甲断无取啊。即咱爱断啦，爱断就是相对的，就是一定爱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安尼嘛。安尼尔，哦，简单哦，不简单，真的不简单。我跟你讲真的，但是不简单，你无修起来就未使者啦。参禅修起来较对啊，所以对三宝吼唔免怀疑啦吼、哦。因为是今仔三宝内底吼，佛陀甲咱讲的福报、法报。啊！甲今仔日，既然你会当遇到一个精宝，卖怀疑。啊！你若怀疑，就家己打折扣啦。真的不要怀疑。啊，知影吼？所以讲，佛语是不虚啊。佛陀讲话无一点虚假安尼。吼、哦。那么这个下面，你较讲佛陀的智慧啦、寿命哈、九万无量安尼，伊解释是解释安尼。吼、哦。先把佮再来甲看哈。伊讲如以善方便为之公主国，实在如言述，无能说希望。我亦为世父救助苦患者，为凡夫颠倒，实在如言灭。以相见我国而生教书心，哦，奉一众我用。对无恶道中，我相对众生行道不行道，虽所应可度，为说种种法。哦，每住作是义，以何令众生得入无常慧，速生救苦心安尼？起码因在头前有因住嘛，讲一个医生，哦，这个唯一，啊，到因的还要治理这囝的病。啊，囝看老爸啊，伫咧爱老爸用药好食，自己也唔食安尼，不得已阵远离迄个厝邻，去别个国土邻，啊，佮转来共
叫找人回来给他报，报说他已经死在外国了。啊，这家先的这子，无在头前遐。好、啊，阮是伊讲个，啊，怎么这家先的子呢？老爸给伊药唔吃，啊，佮食迄毒品，毒品是死啥？是三毒的贪嗔痴啦。啊，今日只事是讲，现在贪嗔痴叫做三毒，就是毒害家己嘛，会对到三毒五苦。啊，所以你一定爱下贪，见贪爱下，嗔畏心爱下，无耻无明五见爱下。你唔能讲今日对佛断，你佫直接个个人的意思，啊，佫再怀疑佛断，哦，安都无对。所以真啊，伊。这个医生唔靠讲，为着要治这消消炎啊，就对啦。一工作就这消炎啊。啊，咱这众生嘛是消众生呢，知无？真正是消众生，我家己消唔知影呢。我都捌讲过一个笑话，互恁听。一间小病院内底吼，一个患者。啊，这个患者吼，因为头前一个空地，拄啊一个疫地派疫地啦吼，人家。浸身躯一边，安怎放伫外口？啊，落甲规个水甜起来，落雨落甲水甜起来。啊，即卖即个患者无聊无聊，拿一支扫帚巾啊，扫帚巾啊，知影吼？啊，绑一条绳啊，啊，绑一支铁线呢。啊，盈盈就来遐坐，啊，就迄个铁线，迄条扫帚巾啊，绑个就他妈甲堵在水里安尼。啊，无多迄个人都已经空空安尼吼，啊，都安尼心塞。啊，有一讲即个精神病，即、這個、医生咁讲，我人你钓几尾鱼啊？你今仔日从下早起坐到正钓过来，肖医生在那钓鱼啊？哦，安听哦，啊是到底心内在笑？啊，啊，咱这個问题就讲，咱在做。做囝的人吼，无认为家己这是空安尼，哦，啊不，所以不得已哦，这个医生去外国行医，就是要离开这囝，啊，这样一个看戏，伊较讲讲，恁老爸死伫外乡恁，哦，即嘛这是比如，所以辅导去讲，以这种的比如，咱是讲世尊涅槃了，咱家底下个俩讲。哦、所以佛陀甲讲，我并无讲希望话啊，这是因住啦。但是佛陀讲，我就是恁世间的老爸啊，叫做师父，世间众生的这个师父。所以咱佛陀叫做慈悲的爸爸嘛。所以我跟你们讲过，佛陀是我们的父亲大人了，你们承认吗？我承认了，我的父亲啊。哦，真的是我的父亲啊，一无量劫以来就是要度咱啦。即摆我迄条歌写甲真水哦啊，恁日日看就知影。迄条歌佛陀与众生同在，迄条歌是名呢。哦，所以我家己认定过，我是佛陀的弟，佛陀的儿子，所以我本身一定爱继承佛陀的家业。佛陀家业是菩萨业嘛，广度众生啊。哦，恁得爱家己有这种的心。来肯定家己。啊，既然你想讲你是佛陀的囝，当然，咱父亲的位置、位置就对。位置怎样吼？有无人个是在人那要认识无写一个威严，对吼？威严写嘞，希望我的囝将来创啥呢？好，啊，我交代代志，恁照安尼甲做。啊，这佛陀伊的威严，伊尊讲。事实伊是无涅槃，伊是顺世间法涅槃安尼。而且咱就知伊放这地法的发布给咱嘛，发布伊的重点就是要叫咱行菩萨道，通过来含伊修行嘛。吼、哦，伊先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咱有那先是阿耨三菩提，所以咱一定要继承佛陀当时为什么有在发布这地，就是因为伊行菩萨业。啊，所以威严内底吼，伊甲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叫咱轮爱教安尼做嘛。
啊，这不是公共的刷一样。你今天吼，一定要亲亲真真正正入法了，本即世、过来世、未来生生世世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伫这个世间的生命有限，青春既然要得过，身体经过无外久，一年一年过都少，都这个，敢那像退休，哈、哦，而且我看啊，退休就退休啊，十年年呐、啊，那么来生再来。好、啊，来生再来，一个再退休，你闹个退休，个来生再来啊，那要紧，个来是个再来啊，哈、哦。所以进来对讲，我就是恁世间的修啊，恁要救度恁离鬼苦难了，他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弃呢，知道吗？哈、哦，咱这么大家了解，咱今仔日哦是佛陀的，但是伊为着要救人哦，伊并无把咱放掉啊，真正、哦、关怀我们了。啊，甚至个成就真侪菩萨行，菩萨行者，搁再加上，搁做搁度人，哦，所以因为凡夫颠倒啊，凡夫颠倒中间吼、哦，不得不依无加应的，哈、哦，这是不得已的，对，他在念咪念咪迄个出世的人间，啊念咪在个灭啊呢，好、哦，叫做死灭。所以我现在对我跟您讲一下齁，这个我顺续跟大家讲了齁，这个歌这个歌里面齁，你哪会当学起来，一条叫做度众生为己任嘛呢，啊另外这条我刚才给讲这个意思，就讲佛陀无众生同在，这里面我有写几句啦齁，讲为何佛祖不回头，未说法不想离，我讲听有无？怎么来哈、啊？世尊关怀依旧，关在烧香，迄、那个心烧香，所以救拔不放弃，顺无说法涅槃，发心常在，哈、哦，哈、哦，依无逆心，安尼，而且有逆心，伊即马搁在一世一世。搁再有真侪魔术出现伫人间，所以佛，以前我真来底甲写一句大乘，都开始真正佛祖，会当继承佛陀家业，苦口叮咛，直直甲咱说明，互咱会当回忆，回忆就讲，阮咱人原来都是这佛陀的囝呢，哈、哦，注意，现在底人吼、哦，是计讲真真正正的菩萨行者。他是佛陀的子，而且佛陀的子就是要继承佛陀的意志，倘若来搁再继续救人，但是伊今仔日是不得已，无实现迄个个性命袂使呢。好，咱众生会当注意讲，哎呀，真害佛陀在世中间，咱袂当顾着，安那佛陀去咧判啊，咱要安怎？好、哦，所以我这个歌就安尼甲写开，但是写到到尾，我那是写讲。佛陀开始，咱的重点就是这个戒定，啊个文殊修慧，哈、哦，文殊修慧呢，较好咱下当正菩提啊呢。好、哦，我这内容是啥呢？啊，这内容啥呢？即马咱个看这资料，伊可能讲嘛讲，因为凡夫颠倒咧，不得已我无死灭未使，死灭就讲佛陀到八十岁。伊犯伊涅槃安尼，啊！但是佛陀事实并无离开咱啦，啊无啊，人伊个世界嘛是伫咱个世界啊，是咱无迄个心去感应着尔嘛，无迄个境界去感应着。啊，恁去当然业力个中间，就业力是随业力变啦。哦，这样嘛爱注意哦。啊，你今日去当爱断业。啊，断业不是你个人断业，到你一定爱搁在度无量众生同解团啊！啊，开始佛陀的菩萨心嘛，甲菩提心嘛，哈、哦，这个话是假的。啊，但是这么一个讲，以上见五个，哈、哦，比如讲因为众生乃是时常看到伊，不时的看到，会生起骄诸心，啊、哦，比如讲佛陀常常滴念，伊嘛会当常滴念啊，不是袂当啊。因为伊个寿数无量无边呐、啊，可是看久就仙呐、啊，会袂凡夫心就是安尼啊。
吼、哦，我即马甲你讲一句真正，众生吼、哦、本来即、這个，按佮讲吼，即、這个众生心才顽固。吼、哦，听到声啊，就安尼醒，安尼醒。吼、哦，我无对你袂使，我未来生生世世要安尼做伙安尼，靠药三当都无看呀，对不对？啊，就伪赛一大堆啊，这个是最糟糕的。不过没有办法，他的因缘就是这样子。后来看到法界伟前给讲啊，就安尼，下坡去学了个德智哦，哈、哦，啊学了个德智，你敢那空谈无心道耶？你今日既然学了书，学了个德智，大行伊都写出来，为什么你唔来学？迄算是虚假吗？敢那口头吗？啊，恁今日就甲恁讲到安尼啊，哈、哦，啊，搁再讲一句实在。听大乘佛法，佮是成佛的法，恁有专心致意无？无你有得挂有甚物路用？佛德在世，中间佮较古，我你讲你看久，你就先安啦。所以佛德不得已，无事了，办袂使啦。我讲含你讲一句实话，我含你见十等，佮见二十等哦，佮见五等，头也是新鲜啦，吼，到尾就臭屁啦。恁无要重视佛德，变安尼去。那熟悉的台词啊，我搁跟你讲是句实在的。今仔日得到法华经的人，人佛陀跟你讲，你要用心修持读诵。那么你们也是，你们肯定吗？没有啊，散满心吗？你们继续听的吗？要修持吗？也不一定吧。哦，说佛陀在世一个故，伊怎么写去讲啦？哦，都无人要信啦，肯定是交主心嘛。不过是安尼啦，现在世尊就去讲，我恁若是见思想见到我，就感觉生叫做啊，就会放荡我欲，啊，当然会对了恶道啊，啊，变安怎？所以不得已无事，涅槃未生。所以有时阵哦，要遇到一个真正常的人，你若袂当对伊周边好去甲弘台求法，啊，像当初文殊菩萨伫中安，伊弟子王生。讲去五台山要拜文殊，这我讲你听无？伊来出去做道孙啦，伫中安啦，伫一个道场里啦。啊，这地主就安尼千辛万苦，搬山过岭，要去五台山找文殊。去到五台山的山脚，一个老人甲讲：啊，你要去你创啊？顶完无人呢？用我要来拜文殊安尼。用文殊无伫遮啦，伫中安啦。好啊，中安哦，啊是啥物人？啊，就伫道孙啦。哈、啊！我逐日皆去捧茶人，我唔知即个是文殊菩萨。伊逐日皆去奉茶哦，但是伊即个法器就是即道地听无。伊无唔叫去服务啊，但是伊要去拜文殊上啊，就是、要去拜文殊菩萨要求法啦。伊唔知身躯边的文殊菩萨啦，等伊看到等来，搁在溪中啊，底下天前三更等来到夜中安的道场了，让文殊菩萨完结啊。是不是爱蹲卡？好不好？蹲香蹲卡呢？啊，这就是啥？这武器的众生就是安尼卖就卖安尼。好、哦，安、啊、怎样哈、哦？所以即马佛陀讲到这台讲，我是想怎样众生有去行道，甲无去行道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咱有行道无行道，你骗家己应该那骗袂过。你咪想，因为有一个笑多发难呐，唔是无啊？哦、啊，有时你嘛麻痹麻痹嘛，无得卡噶。但是你要骗咱个骗佛的骗得过，袂过啊。卖讲骗上会骗得过。我你讲，咱刚等的佛法，你都骗袂过啊。你有信心无信心哦？刚等佛去看，伊搁在有灵通啊。你那骗得过？你讲你骗世尊那骗落去？伊讲所讲，我是上知众生有计行道，甲无计行道。所以你我讲，恁有计行道，无计行道吼。我唔知，但恁家己知，佛法就知，卖讲菩萨世尊知。啊，你家己就要考虑啊，四方誓愿发落了吼，你绝对爱真正万万靠有可能将来成就佛道呢。迄袂使讲我发落的，就总坑人呢，坑的有那臭富人呢，有那生果呢，有那神仙袂叮当呢，恁知无？就爱运用将来较会产生功能呢。
要了解哦，这是熟悉的代志啊。我今仔日有法官，我是过来决定的法官，这是无唔对。人生我应该爱个再加强，这是熟悉的代志啊。啊，你今仔无加强袂使，无加强你有时地蹲一下，又搁在海台，你将来所以一定爱寸光寸进啊，一点一滴爱正常缘哈。所以佛陀甲讲，众生有诶行道，有诶无必行道啊。无唔对啊，你都今仔见着佛陀，你嘛未感觉啥？算不是蒙白真深吗？所以讲随所应可度，即讲众生有幸得无幸得，所以随你根基，吼、哦，甲你应化，啊看可度不可度，不得已，佮甲你讲一寡无同的法安尼。啊，即若无安尼嘛袂使，因为众生有诶蒙白真深，见贪真重，有痴蒙白，啊袂安怎？当然嘛是看看看啦，或者都无敢放弃啊。这句话咱阁写安尼啦哈，这句话我有写，我阁甲恁念一遍啦。第二个，哈、哦，为何佛祖不回头，灭世法不想离？啊，即卖在世尊关怀依旧，救拔不放弃安尼。啊，不得已伫即个世事叫世间法，他涅槃。啊，毋过伊嘛是伫咱的身躯边，伫咱的身躯内底的。啊、哦，所以我讲，恁两只这条歌，恁唱对啦，唱有入心，恁无考我输哩。真正恁若无考我输哩，哈、哦，最熟悉的代志。啊，我搁在写这条迄落歌，度尽众生为己任。这条我讲，我念一个歌词给恁听。正法虽迷，群魔飞舞佛殿堂，何方幻物？佛法真理令其痴，哈、哦，心潮澎湃，感慨超叹，发兴亡，哈、哦，幽寂气感崩殆，下命何其正道中光，不欣安乐，安乐就是啥？不欣安养，安养就极乐世界。我无去欣羡去极乐世界，哈、哦。岁月不在生命已逝，唯有生生三宝在现，立功立德立言，安尼，啊、哦，你看这个志气，我并不去形成结了骨头啊，因为这三宝世界界性无我，有哪袂使进？啊、哦，你看安尼，你就讲我的个性，我的那个。我爱迄个豪迈的管理的吼，是先做安怎，你就知影，哈、哦。所以佛陀当时嘛是安尼啊，伊并无离开咱，所以不得已在这行道不行道，安怎甲咱鼓励，伊都关怀啊，未唔敢甲咱无甲咱放弃哈、哦。所以伊即马靠每主作事以依和灵众生，对就无相为，看伊就甲你想想讲，要安怎样来甲众生甲教。阿加加好一将来，咱这众生拢会当得到无上正定正觉这地位安尼。阿说将来意思怎么来？佛陀要安怎让众生得到无上位？伊嘛得爱看咱世间的这众生的心嘛。有诶得要行道，有诶无要行道啊。阿无要行道的人，怎么得看变啊？促成这因缘，哈、哦！阿好咱众生各个阶层入到这个无上道的地位，阿加来有哪会当成就佛心啊？哦，佛陀伊慈悲慈悲个安尼，啊，咱即个弯果啊，弯果都根本吼，从即个佛语来，即个当作玛尼洞哦，这是足地众生就是安尼嘞，吼、哦，唔肯修，所以我今来在在讲，为何佛祖不回头，灭世法不想离安尼，啊，都真正真就是安尼，总共乎你四百万有几个人，到底有几个要修？哦，这可以看出就对啦。啊，搁有几个有正知正见，无一定道场大都有正知正见啊。哦，因为有这个大乘法的道场，搁个大道场嘛。啊，那是搁修二乘，迄、那个叫做小道场，叫做小乘道场尔嘛。哦，啊，有大道场真大，去教众生修小乘的，迄个才叫做大道场啊。就爱真真正正去教菩萨话，迄、那个叫做大道场，哦。就是佛陀有那要安尼成就发心，啊，所以即马下面即句偈，伊是简单去讲，讲公主的根性未成熟的人，在宫殿小乱，在佛祖得着。
即马话嘛是安尼弄溜脸啦，唔看经啦吼，唔听经啦，啊改凊彩啦，这算唔是公主吗？唔是迄个花花，就差不多花花公主啦。啊，听好无？是这两公的这副地主呢，这就根基未成熟。哦，这是迄个太乙大师是安尼讲哈，根性未成熟。啊，我到现在是魔法了，是没有办法的。好，这个如来修行篇都到这点钟结束。好，弥勒尊哦，哈。